好了，哇，这家天母一厂嘛，我这边喜欢那个温庆祝的东西，可以过来这边。它这边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哦，大家喜欢温庆祝的商品，可以来天母这边天母一厂逛逛。它在天母中山北路七段这边。在 Lily 餐厅旁边，然后有他刚刚讲那个理念，他有很多不同，不会像一般的衣服把说折数同折数的衣服放在一起，因为他说，这样就会让客人，比如说看了一区就离开，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因为其实当我们在挑一件作品的时候，艺术家本人都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商品，而不是只是看一杆折扣就离开。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理念，所以想来这边挖宝，可以喜欢温庆祝的东西都可以过来，很漂亮。我就大概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商品，很像在看一个博物馆一样的感觉。还有很亲切的，怎么称呼你我叫 Sophie。？Sophie，哇，做了20年了，哇，还这么年轻，可以来找 Sophie 玩，哇，很漂亮。而且它每件都像古董一样，而且它这个折数很多都会是意想不到的哦。像我刚刚看到有几件很喜欢的，居然是下到3折，哇！所以大家喜欢的话，真的要把握机会，到天母中山北路七段这里，哇塞！而且不止衣服而已哦，它很多配件也都有很好的折数。地址是中山北路六段，哦，是六段，对，758号。758号，好，中山北路六段758号才对。漂亮，它的这边很多正规的原价都是2、3万的哦，可是这个折数下来，可能价差就可以到好几万哦，所以这想要挖宝的朋友可以过来逛，还有包包。配件、鞋子都有，这些东西非常多。喜欢蕾丝啦，喜欢这种欧式的、这种宫廷味的，都很适合来逛逛。这边试衣间也很漂亮，这个墨镜，所以你们俩是一起就经营这个？没有，朋友而已啦。我们刚好进来逛，有兴趣的话，有美的东西，当然大家对啊。对。很漂亮，真的就像艺术馆一样，真的，太漂亮了。我们很多客人都就是古董了，就是来这边看东西就赏心悦目，每样东西都会有欧美或是日本、新加坡。新加坡有，可是现在因为疫情，我就跟你讲，其实很多之前呢，之前很多以前还是大陆的客人哦，大陆他会们哦，会买哦，的东西，他们会觉哦，得这风格会有大陆人喜欢，是。哪一国的客人会比较多？哪一国？哎，我们也有法国的客人，会哦，法国会喜欢他们哦，喜欢这样子，有会点浪哦，漫，然后有点就是比较 bling bling。意大利的也许，意大利，但是我们比较普遍的，法国会有一个爱欧洲客人跟，因为他很欧洲的话，对欧洲，就是你们没有在国外，就上海，我刚刚看那个店，对，没有，因为我跟你讲，我们的东西没有办法大量。啊，因为那都对，是太真的，做工太繁复了。对，真的。对，所以就是，其实就是，
就做给国内的人享福就好了。嗯、对啊，那我们好幸福哎、欸，有这么棒的设计师。因为这也不是成衣啊。嗯。这有些已经类似像手工定制服了。嗯。对。真的是。每一件应该都没有太多吧、啊？数量少，那不可能一件，就是它的量产。哦，量产。对对对，因为你有时候这种像做工比较细。很多细节的东西你不可能大量制作、嗯、那个设计师就是温庆他自己温庆就自己一个人他秀上去他没有他是有一个 team、啊、然后他是设计总监 OK 就跟他讲这个要加什么、啊、对对对、那个、加什么所有东西都要经过他对啊对 OK 哇哎 Hello 好下次再来看沈荣知道吗、哦、真的吗对啊我没有看出来对啊，那他也是我们的常客哦。对，太酷了！你们是吃过饭了吗？对，我们刚才来天母，中山北路六段，不要忘记哦，758号。漂亮的店 ，Isabel Van Allen。这边有市东市场，市东市场就是有重新整修过，蛮漂亮的。难得来天母，想要参观一下，不知道营业到几点。